Aware 不介手罐头刀。Aware 推出的不介手罐头刀颠覆传统罐头刀概念，以罐面的外圈解开。当罐头刀接触罐头后，可以扭动转杆锁实罐头。一边手握稳扶手，另外一边手以顺时针扭动转杆，避免因为失去重心而打翻罐头。在转动一圈之后，以逆时针扭动一下，罐头刀即时解锁，罐盖打开又不会跌落罐头，方便又卫生。但是传统的罐头刀，双手需要同时提握罐头刀，而且罐盖还可能因为这样而跌入罐头里面，罐边的碎片亦都可能影响食物卫生之余，不小心吃了还可能危害健康。左面用了不介手罐头刀移开的罐头，罐边和罐盖都不会残留碎片，还可以利用扶手的弧位开汽水或者啤酒樽盖。Aware 推出的不介手罐头刀绝对是你厨房的好帮手。